这届是第一摆在咱台南文化中心举办的一个文化资产保存者的工艺展，有14位艺术无同款的工艺，有木雕，啊嘛有艺歌、花灯吼，啊有展览，嘛有新上雕刻，啊搁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咱这个灯。啊，因为海线就是先民移民最早的地方嘛，所以这里文化资产当然是最开始。然后能进三线展览，因为三线大部分已经是城市化，所以他进了三线展览，可以让城市的丛林里了解到云林的无形文化资产的可贵，还有所谓无形文化资产里面的精神意义啊，手作匠师的匠人虎。在这里也是替云林的这些文化艺术的工作者哈、感到高兴，有这么好的一个现场来支持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好，从今天开始一直展现到9月11号，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乡亲呢都能够来这里亲自来目睹我们所有人间国宝，我们艺师的这个风采哈。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艺术啊，可以继续传承下去，那也可以保存下来。那我们不断透过文化艺术，不只是可以跟我们国际来交流，因为文化是没有边界的哈。那未来当然也希望跟我们协会共同努力，把我们这些技术保存者的工艺，透过不同的多元的一个策展方式，让这些文化可以真正传承永续下去。